最近天气真的蛮冷的，很多消费者呢都会使用一种传统的电热毯，但又担心不够安全，所以东森特卖会本周特别推出了来自韩国的水暖床垫，希望帮助大家提升睡眠品质。找来韩国家喻户晓原装进口的 Navian Mate 水暖床垫，采用独特控温技术，可以同时控制进水与出水，让温度平均散布，搭配100%纯棉材质，感觉更舒适。它通过了两个测试，包括了对皮肤不会过敏的测试，以及对皮肤无毒的测试。每一个小格里头，这个就是小朋友 baby 的这样子的一个奶嘴的细胶等级，完全是无毒的。不仅如此， Navian Mate 水暖床垫还提供多重安全防护功能，儿童锁模式、高温提示功能、自动断电功能等，让你睡得舒服又安心。这个主机后面有一个卡榫，你只要把这里加上去，听到咔的一声，它就不会因为你踢到了掉下来，或者是这个主机不稳的时候，它也会自动的断电。那当然最主要水暖垫最主要用的是这个水，你要记得加的是饮用水，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过滤水啦，或者是水龙头水是不要来做使用的。摆脱疲劳，有效帮助睡眠， Navian Mate 水暖床垫，东森特卖会限时限量独家优惠，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